尖，一把招，一把招尖，一把招面。究竟今天会请来哪位特别来宾呢？掌声欢迎林志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炫。刚刚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，好听吧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制作单位特别帮我找来一位和音天使，我们掌声欢迎和音天使。你是和音天使？对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和音仙子阿哥，和仙哥，啊哈哈。那么，我们马上就进行歌曲了。老师，麻烦浮夸。下面位，我是说浮夸，不是胡瓜。拍手拍手。老师，浮夸，谢谢。老师停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你合音啊。我才是主角，我是歌手吗？你是合音啊？我合音啊。是的啊，好吗？对，拍手拍手。老师，我们浮夸再一次，谢谢。难道非要浮夸？装包装逼车，老师，我们听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你合音呢。你都怎么合音？我都是这样子合音的。算了，你就在旁边做自己的事就好了。这首歌我自己唱。我做自己的事情啊。是的。好。老师，给我 live band 版的浮夸再一次，谢谢。谢谢。